我最喜欢的指挥官回来了，准备好开战了吗？虽然不是最强的，但肯定会全力出击。我支持你，但不要让别人知道哦。你还真行啊。你的表现相当不错，表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啊哈，变得越来越厉害了。那个我就收下了。又多了个满意的顾客。
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这虽然不是最强的，但肯定会全力出击。把你冲洗掉。喜欢那家伙，喏，哎，这是换来的金币。你办到了，现在啊，你遥遥领先。继续保持下去。他可能会让局势整个改观哦。来看看你能不能一直保持领先。手下吧，我乜都唔惊，除咗老鼠。我接待过邪恶之人，哎呀。
实在是很糟糕的客人，但是给点小费，嘿嘿，毫不手软。难免会遇到一些小挫折。你需要来一堂痛苦的课程。你可以凑到三个哦，嘿嘿嘿，凑到三个了，这是你的奖励。我们需要更大的船。你办到了，现在啊，你遥遥领先。打得很辛苦吗？哎呦，提起精神，重新振作。我也不太喜欢那家伙。喏，这是换来的金币。它可能会让局势整个改观哦。我觉得你应该会赢哦。激烈，
少了个手下，多了个金币，他可能会让局势整个改观哦。我认同你选择这个的用意。变得更强。他可能会让局势整个改观哦。确的战术，来雇佣一名手下吧。你需要来一堂痛苦的课程。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可以的话，最好是雇佣一个手下。我认同你选择这个的用意。痛苦的课程。的话，最好是雇佣一个手下。
也不太喜欢那家伙。喏，哎，这是换来的金币，它可能会让局势整个改观哦。可能会让局势整个改观哦。很认真干活哦。我个人认为，要玩就玩大的，不然干脆回家。你办到了，现在啊，你遥遥领先。
现不错呀，继续保持下去。少了个手下，多了个金币。还好点东西啊！你办到了，现在啊，你遥遥领先。